近日，一段视频在洛杉矶各大社交媒体迅速的窜红。上个周六，圣盖博某超市两名男子在购物的时候不戴口罩，两人紧挨着聊天将近半个小时，严重违反了佩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加州防疫法规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个视频是由一名5岁的女孩拍摄并且直播出去的，立即引来了百万的围观。哎哥，你说这小女孩刚才拿着手机对着咱们干什么呢？刚才是手机对我们啊，他不会是在拍我们吧？不会吧？哎，他拍呀，也拍那个不戴口罩的，拍咱们这戴口罩的干什么呀？就是，这拍我们戴着口罩的，对呀，干嘛呀？什么呀？